哈喽大家好，这里是李友，今天带来的拳王首发三角就是来自这双闪现三高帮版本，也是精英版本。这双鞋子实战的话我没办法得出结论，这是它当前的一个脚感非常的澎湃。这双鞋子因为是官方拍摄的一个样品给到我这里，我只简单穿着一下。整双鞋子一个脚感方面是非常不错，它全掌用到一个拼送，然后就是超临界发泡的一个科技，然后整双鞋子的一个后跟没有发生掉跟的一个现象出现。包裹性的话怎么说呢，和那个普通版的闪现三相对来说差不多吧，但是没有出现那个顶脚趾的现象发生了。虽然它这个尺码是真的很大，因为是拍摄样品没有拿到我自己的尺码。整双鞋子的目前那个体验方面，如果你喜欢超高帮的设计，然后又觉得闪现三本身就很帅，然后这次它的脚感方面又提升了，你喜欢这个颜值再加上这种一个脚感比较平顺的鞋子，还是完全值得一冲的。